开始示范一下这个基础的例子，然后首先先讲解游戏规则，就是这一行上面写的三跟一，所以代表这一行上面要有的三个相连的跟一个就是跟这三个设一组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但是不可以跟它连在一起，所以这边已经确定了。然后这里是三三四，所以这里要最多，所以我大胆假设就是这里先三个一组，然后这里有一个。然后这里数字最大的，我想先开手，所以我这里是四。然后这上面这四个数字又刚好相连，然后数字又最大，所以我选择这样画。然后这里是三，我选这三个最大的，因为先选最大的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接下来小的可以任意排列，不会影响太多。然后这里三个完成，这里完成，这里也完成，这里还没完成，所以一个在这里。然后一个在这里，当然这里或这里也可以啊。我用写个二，好，就完成了。最后两个答案。对，但是不能，对，就这样。江姐有一个错误，就是他这要第二用两个，可是他如果不管放这里还是放这里，那就是变成一一一二，他的二应该是要连在一起。懂吗？现在要到第五阶段，看一下季彦成所说哈。如果照杨斌他的想法来讲的话，第二行只有两种可能性，就是前面三个被除掉，跟后面一个。那是这一行的已经被去掉了，所以这一行是已经不完整的。那现在一可以在这三个之内，因为如果放在这个的话，根本就没有跟上面那个连到，所以这个是确定好。然后。也是只有两种可能性，是一种是这样子，一种是这样子。可是如果它在这一行上面的话，这个就不可能连成三。所以这一第三种可以确定是这三种。然后因为这里二要连下面一个，所以已经确定三会有一个包在这里。然后因为要连到四，所以会在这一个。然后这里有三。然后因为失败。来，这现在第六关，刚刚一二三四五都没解开，我们看第六次由林建宏来执行。因为他只有五个，所以我们就找。加起来是4的，就是可以想把它填满就填满。但是因为它是四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它要碰这里还是碰这里。那因为它这里有碰一个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定是碰这里，这是确定的。然后因为这里已经被碰掉了，那还有两个，所以就只填这里。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这里碰着，所以说，因为这里是一，所以这些都不能填了。那我们在一个4就可以确定是这里了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这里，好，那因为这里是2，所以我们这里已经确定，那这里就是不能填，确定就是不能填的。好，这里是1，所以这里不能填。然后这里是3，这里也不能填。所以说，那我们这里的三个就已经确定是这里，那这里对了。好，然后这三一是一开始就点出来嘛，好，那一个我们就出来了。好，鼓掌。十乘十，那我们跟上次一样，我还是要先找跟十最接近，就是可以先把它填满。好，我们找到两个二跟七，他们因为它加起来是9嘛，所以说我们只要差一个，它就变成十。然后因为它二跟七一定中间有一个空格，那我们空格就只有一个是在这里，所以我们二这一排这两排就已经确定。然后再来，因为它这里下面这一排我们已经可以知道，那我们就从下面开始找。那四、二，因为它这里是二，所以说这里空格，所以这里就不能填。好，然后因为它这里是二，所以这里就不能填了。
那我们也只剩下五个空格可以填。好，那这一排就完成。好，然后这里也剩这个可以填，那这一排完成。好，然后六的话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刚好六个。好，然后这里只有一码，这里只有一，所以说这里面都会填。那我们这里就刚好五个。然后再来是因为二，所以这两排会填。三、二、三，再来四会填。然后再来四，啊，还有三，这里三，这里也三，这里也三，大家就结束了。五张，嘿，这十个就没了，然后这边不行，所以就是这边剩七个，剩七个，七个选，七个选六个。那七个每个可以去，这一定有这五个，有一定有中间那五个。画下来，画，中间那五个一定有。哎，王一成，中间那五个一定有。没有没有，我仔细的看，加六。然后这一格有六个，三个两个两个这也没有了，中间不可能填六个，这全部都没有了，对，对吧？然后后面这三个叉叉叉叉叉。这排不足六个，所以这边不行，卡掉，所以这边就不行。哎，所以真的是这一排，一直这么摆。对，他每个地方摆，然后摆错的地方，就每个地方都摆，然后腿，然后摆错了，就会一样。因为我想说，这可不可以用和群去想？不一定要用。你要在一起，就两个回旋转，对，然后才会选到好数字。陈成伟就开始写这个，先用C加加写。昨天的话，我还要研究那个 stencil 画，有点跑不来。没有啊，暑假在做啊。stencil 要哪？这个暑假在用。